么回事？那前面有人在那里拍照呀。这个很厉害，真的。要我？你受害当天是怎么样进行的吗？他就是热度说他下体出来。其实见到这个露体狂身穿着白色衬衫，好像平常人咁在人行道上面不断在徘徊，远远望过去似乎听不出有什么问题，但是每当有女性行过他身边的时候，他都会露出猥琐的一面。衣服都有穿的，但是穿的就不是很讲究的那种，他如果看到很多人说或者是有男的话，他就不会这样子了。你看见他以后怎么跑了？没有追赶的。他没有追赶。除此之外，这个露体狂为了吸引女性，仲会时不时唱一下口哨，甚至会大嗌一声，最后就马上除了条裤，做出更加猥琐的动作。在收集齐证据之后，记者决定马上报警。喂，我三百零七。事后记者从警方那里得知，目前这名男子已经处以10日行政拘留，并且